挂断了没？我妈妈。妈妈他们都有听到你唱歌。有啊。口音也太重了。好，我好好唱我的主题。Dura tumanas kale lopakata o manas kale manas kale dura tumanas kale lopakata o。没有，因为你要唱高的，就是刚刚起 key 的。因为我刚刚声音太小声，好，我就慢慢的先缩小的声音了。因为我唱那个低，慢少。那还没有别的，还有。呜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等下我要唱蛮大的，又没有声音了，不能乱唱。蛮大都已经在走音了，要。蛮大是什么？好像戴高乐机场哦，这边的那个转来转去，戴高乐机场。不是很像吗？这也像佛。因为我们现在才看到 IKEA 呢。这是新庄的 IKEA。我们今天这个比较久呢。新庄。昨天才有这件事。不是怎么飞升，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星火相传，星火相传。你也对屁。坎坷是奈何，我俩走进了妇产科。经过医生的诊断后，艾莎你做爸爸，我做妈妈，大家都快乐。叽哩叽哩哒啦哒啦哒，圣诞公公在家吗？不在家。叽哩叽哩叽哒啦哒啦哒，圣诞公公在家吗？不地球。有一位姑娘生得很美丽，像一朵玫瑰花，喇叭花。下雨天，也是喝酒天，冲锋队，手去打游击，走到缅甸去，点了一些小菜。小丫头还要炒瓜牛，大加辣椒，红红的太阳照在我脸上，是我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。我有一台摩托车，我有一台摩托车，我的心情很不错，我的技术很不错，虽然没有很多路，但是也可以，但是也可以，走上180，走上180，今天晚上偷偷摸摸没有结果，今天晚上你又来，你又来找我。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？重复人，一见钟情我俩开花有结果。全部的烦恼全都抛开了。嘿呦嘿呦嘿嘿呦，啊啊啊啊啊啊，哈啦。越靠越近，目光相对，我想认识你。怎么走越靠越近，目光相对，我想认识你。好了，累了，我们为什么要在台北唱这种？很想念家。很想念怀念。是一份乡愁。是乡愁。不只是乡愁，让我们也变小丑。小丑。
小虫，他的心上化作喜悦，呈现给你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尤其是凤飞飞唱的时候，以前那个五等奖的时候，很多人唱这首歌，不是？跟凤飞飞真的唱了，但是在跟你说一个故事。还生气，那是我们现场听的哎。总统什么时候？就职的时候。啊，我没有。他这样在跟你说一个故事，我真的感谢过去的一切。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受过的伤都够。他刚好失去三夫的位置。更明白，开始教会你我的爱。生气生气生气的。掌声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很兴奋，而且还说等等等等等等，出来了。出来的都不一样。台湾一阵子。你不是要生气直接？对，不是口白吗？这边有口白吗？没有生气。感谢陈昭明司机，风雨的接待一群从花莲来的三地人，满心感谢。我们会献礼花最丰盛的掌声，谢谢他一路来的陪伴，陪伴。谢谢陈昭明司机。没有声，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找回你我的太乡愁了，不能再唱这首歌了。乡愁，要唱巴拉巴拉蹦了，然后唱巴拉巴拉巴拉蹦，巴拉巴拉蹦，巴拉巴拉巴拉蹦，巴拉巴拉蹦。老师要看一号歌。老师要看一号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。一号这首歌。是。一号可能就有落成典礼。一号可能就落成典礼啊。我可以加送一首那个洗澡歌前面那一首没有出现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跟加上那还有希望爱啊，还有，哎，对呢。你会不会挑太难的歌了？那丽娟负责光隆颂。我没有办法，没有，还有那个耶稣基督啊。多少难啊，耶稣基督。啊，我要唱那个天主之母。那我们耶稣基督拿掉了。对啊。那我要唱那个红颜小将。我们是要加送。加送。加送是什么？就是加给老师的。